今天这条视频，你就知道二手车为什么这么香了。每个人都有一个房车的梦，有颗越野的心。来看这台50铃，22年上牌，10000多公里的准新车，车主把所有能加装的东西都加装了，包括它的怠速氮气减震和空气悬挂。副油箱啊，满载可跑2500公里。大家都知道这东西省油啊，红色标志的50铃啊，惹不起。长度5米9，高度2米8，宽度2米2，蓝牌 C 照，自动挡，没有报废漆啊，4驱。车子是非常省油，并且它有2个油箱。打开驾驶室门，50铃啊，副油箱的油表，空气悬挂的表，四轮升降的表，悄悄地告诉你一下，落地嘎改装总共已经进去50个 W 了，现在连一半都没有了。兄弟们，上车来瞧一瞧，来，6座对卡，2张床，双人大床，哦，对卡座合在6人2张床啊，48伏的电路系统啊，600太阳能板，10度电，160升的清水箱，然后是3000的逆变器。双开门冰箱、微波炉、电磁炉、热水器、柴暖空调、4路监控，包括这个超级大的洗手间，比一般2个洗手间加起来还要大。1米8的厨房你见过没有，兄弟们？这个厨房做饭老得劲了，我觉得它的布局非常优秀，并且这是一台准新车啊，10000多公里。再进到驾驶舱来看一下，高低速4驱，正常情况下一家四口毫无压力，并且这家伙牛哦，连客舱的座椅都是电动气旋的，你受得了吗？能打气的哦，看到没有？能打气的哦，24.8万。单论颜值、车况和越野能力，改装它都是目前无敌的存在。哦，你看前面的袋鼠的红桶减震，吓死人哦！后面是袋鼠啊，前面是红桶的，厉害！就单论这个颜值，你会爱上这台车吗？来，高总